今年是马来西亚慈济雪龙分会首度在还未正式启用的吉隆坡静思堂举办浴佛典礼，共吸引了八家电视和平面媒体前来观礼及报道。新州日报记者许良波借由工作的关系，今年已经是第四度报道慈济浴佛典礼。整个场合再加上这一个充满这一个人文环境的一个建筑呢，让整个活动变起来更庄严，也对我本身就能更诚心的去参与的整个活动，说完全没有杂念。静思堂场内配合母亲节进行的浴足环节，让第一次参与慈济活动的光华日报记者陈志伟留下深刻印象。就帮父母在浴足的时候还蛮有感触的，从整个策划到整个筹备到现在今天的这个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身为一个媒体人，我觉得是令人佩服的。马来西亚三家主要电视媒体皆在当天的晚间新闻播出有关浴佛典礼的报道，隔日四大华文报章皆以头条新闻的方式处理，英文海峡时报也不落人后，为浴佛典礼的实况留下记录。媒体大篇幅报道浴佛典礼的庄严与感动，将慈济的大爱理念撒播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爱新闻邱婉静、林丽珍、韦斐赫，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